华职棒义大犀牛与桃园队在澄清湖球场开打，这也是义大犀牛队主场的开幕战。吉祥物大义换上钢铁装，兴奋的舞动摇摆，跟着啦啦队热舞，炒热现场气氛。除了啦啦队，球团今年加入应援团团长，带领所有球迷为球员加油。希望说在这新的一年啊，我可以带领义大犀牛的所有球迷，甚至是台湾棒球圈的一些观众，我们在场边可以一起为我们台湾这么努力的棒球员来为他们加油。另外，球团也特别邀请海军陆战队70位弟兄到场演出，整齐划一的操枪动作惊艳全场。这是演出及球迷的支持，主场义大犀牛队不负主场观众期待，在延长赛中以5-4击败桃园队。就是延长赛，就是本来想说很累，可是就是赢那一刻就觉得哇塞，值得。本季60场赛事，义大犀牛主场都安排在高雄澄清湖。为了方便球迷看赛，球团特别加开接驳公车，鼓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。开幕赛当天也成功吸引超过10000的进场人次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高雄报道。